欢迎啊，大华，接下来有什么事情需要就到这边到信托来。是两位美丽的模特为大家做的展示示范。好的，接下来呢，我们非常的优势啊，善愿大人广大的市场。二一，请接书。豪向马祖，放眼世界，趁浪而行，勇于改变。那我们以热烈掌声，谢谢刘县长。刘县长以及我们的贵宾一同来到我们发表会的现场，掌声欢迎县长，县长好。贵宾云集哦，可见我们的马祖人气之旺，同时还有大家对马祖的认同感、凝聚力都是非常的足够的。当然，我们今天也希望透过生态环保的观光行销策略，让更多朋友喜欢到马祖店。那在今天发表会现场，哇，很难得这么多贵宾来到现场。欢迎副县长，欢迎。另外为大家介绍我们连江县政府新政府的日子，是我们的知名作家蒲云先生。Hello， 欢迎老师。另外，我们也谢谢今天带来志雄顾问，欢迎你。时候我参加马祖战斗营，我当时的一个印象哈，从基隆上船一个晚上折腾到那个马祖，那到了马祖呢，那个全部都是军人，晚上的时候宵禁，什么都看不到啊，完全是一个军人战地的那样的状况。我当时很多的一些当时的那些军中的朋友啊，就吓我们这些同学说。你们要小心哦，晚上不要乱出去哦，出去会被那个水鬼啊，从对岸的水鬼游过来把你们耳朵割掉。我相信大家也都听说这样的一些传闻或者是一些笑话啊。不过经过了这么多年，到1994年5月的时候，正式的这个战地的这种形态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啊，真正恢复到这个马祖的本来的原来的原貌。那我记得2014年的时候，在做现在是王副县长，以前是那个处长，观光处长，邀请高乐社去演讲，我也跟着去了。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呢，王处长跟我讲一句话，他说：“我们马祖人的声音特别大，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我们都是哺育人家，妈妈就准备老祖啊，所以他说马祖人的声音特别大。”那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但是2014年之前我也去过，2014年去看到的马祖就完全不一样了啊。那我们看到那个马祖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对于马祖的整个的这种文化啊，或者是这个政治的环境、医疗，尤其是医疗跟教育，就特别特别的重视。我的感觉上就是。大家都有一股劲，那时候王处长就跟我们啊，特别
跟我们解释我们的医疗设备是怎么样，我们的观光的问题在仍然没有足够的设备，没有足够的旅馆来接待他的这个观光发展这个产业，酒的产业。我们看到这个当时那个时候我们去看蓝眼泪的时候还没有开放啊，还没有正式开放，但是我们就很惊讶，这个蓝眼泪到后来居然变成美国 NASA 的这个像照片也出现了，而且 CNN 也把这个马祖的蓝眼泪变成了你必须要去看的世界十五大的这个奇景之一啊。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让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在马祖的这些乡亲以及马祖的县长，从他们自己成长这个环境里面了解到马祖的特色、马祖的长处、马祖应该发展什么东西才是真正马祖人需要的马祖。更了不起的是他把这个马祖推向国际，每一年的高峰会这个晚宴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是刘总经理嘛，刘总经理就把这个马祖的这个应该叫大曲哈来介绍给我的。那当时刚国际都知道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我觉得未来哈，尤其是刘县长他担任县长之后，前后得过我们三次的五星级的县市长，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个记录。那么在刘县长跟大家朋友的一起的这种努力之下，一定能够使得马祖会更进步。那我们远见杂志天涯文化出版公司非常高兴能够出版马祖的这本书，叫做《朝向马祖》啊。我相信大家看了以后，一定也会受到这个书的感动。照片是一个马祖县政府能够好好的运用啊，把它变成为推广马祖的很好。谢谢你们已经有好发行人先回客。接着我们就还有各位媒体记者们。大家午安，大家好。好。今天非常的神，这是经由我们远见非常优秀的编辑群们深入我们马祖的四乡舞蹈取材，经过十个月的时间创作出来的。它不仅仅精彩的描述我们马祖整个转变过程的动人的故事也把我们县政努力的一个成果展现在国人读者的面前。我在这里要非常谢谢编辑群们的辛苦跟非常偏远的一个感觉，但是现在它已经转变成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旅游地区不管是雅虎旅游票选，它是全世界必去的十大小岛。我们的蓝眼泪就像刚刚发行人说的，是CNN报道一生必看的十五大生态景观。那我们幸福团队这几年来的努力就是一直优化我们马祖的一个来到马祖都觉得是有处处令人惊艳的感觉。我想这是幸福团队过去几年来大家努力的成果。当然我要非常的感谢我们议会在张元璋议长的带领之下给我们幸福团队大力的支持跟协助，那我们立法委员陈学成也在中央给我们积极的协助争取计划经费，让县政的工作能够持续的推动。的确马祖的观光带动了各行各业的欣欣向荣，马祖乡亲对于马祖未来的自信心跟光荣感是不断的增加之中，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但是整体来说，我们马祖的资源的确是非常的有限，所以说我们必须非常的珍惜有限的经费，上佳的利用。我们要团结所有乡亲的力量，把握每次的机会，希望善用有限的资源能够创造最大的效益。我总是相信自助以后必定会人助天助，那这几年的努力的确我们在
议会的支持，中央立委的协助下，的确啊，我们可以交出一张可以让民众支持的一个，是在交通建设方面，我们改善了整体的交通，一天大概有14到16班的飞机是天天客满。那明年我们预计有12家和无人机进驻，我们机场的改善在推动之中。我们的海马直升下水以后，今年我们已经启动再建造一艘3000吨级以上的客货轮，我相信这种交通的改善会持续的推动。那我们的产业能够蓬勃的发展，那我们也克服了困难，很有效率的引进海洋大学马祖校区，我们在不到2年之间，在马祖设立的海洋大学马祖校区，3个学期，去年的招生跟入学率是达到100%，今年的招生预计到目前来是跟去年会差不多。海洋大学的进驻马祖，对马祖海洋资源的利用、海洋科技的发展以及海洋产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我想这对马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那我们也全面的推动公托、公幼、示范住宅、青年创业基地等等，打造一个让青年人可以有很好机会创业创新的一个环境。我想这些努力的过程是所有乡亲一同马祖园区发展的5年的中建计划，从108年到111年，我们也拟定了12年的中长程计划。再次掌声谢谢刘县长，你的掌声回够了。啊，那让大家轻松一下。那很多人会觉得我站在这里干什么？你这家伙抢钱抢太凶了吧？什么节目也去上，什么场合也来。那人家出一本嘲笑马祖，关你什么事呢？哎，很抱歉，这本书呢是因为是我写的序，啊，所以呢我必须要来。那再来就更奇怪了，马祖关你什么事，对不对？这个人家出书的人写序，县长写序，怎么你苦力你在那边写序呢？那我跟你各位讲一件事情，我自己得过很多文学奖，但从来没有得过出版的奖。但是最近这3年，我帮他写序的，包括黄一峰啊，这个也是原那个天下大叔出的，我写序的都得金鼎奖。所以不好意思啊，就像我预测你赢了很多钱，赢了400块，因为我老婆对赌嘛，对，赢了400。那我现在预言啊，这本书会得今年的金鼎奖。那我本来去久一点的，结果他们就安排我到东局去。住在东局的一个民房里面，所以这个我不知道文化局现在是不是还有在办。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到东局去借住民房的话，是可以跟文化局申请的。但是你要对这里有所贡献，你写一本书啊，拍个照片啊，做个这个部落客啊，啊，脸书啊，然后介绍东局。你不要像有个不要脸的家伙，听完我演讲就要打电话去说，哎。我到你们东莒3天2夜，帮我安排个房间，哪有这回事啊？东莒上面也有很好的民宿可以住的。我在那边住，本来是打算住2个礼拜，结果住了之后欲罢不能，我就爱上这个东莒。所以4月去住，5月去住，6月去住，那7、8月因为人很多就避开，9月又去住，我去住了4个月，每个月大概都去15天以上。那这样一个小岛，为什么能够住那么久呢？因为这个地方实在是太美了，实在是太美。像我刚到的时候，就去住在这个福镇村，福镇村一个没有人住的房子里面，旁边的房子全部是废墟，全部大概都不到10户。你说你住在那种地方干什么？我告诉你，看到就是这个景色，犀牛雨啊，涌流雨啊，然后看到旗帜上，有的时候你这作家讲话怎么会口急哎，滴滴滴岛。因为我的意思说，台湾是大陆的离岛。那马祖是台湾的离岛，东莒又是马祖的离岛，所以是离岛，离到最远的地方去。那最远的、最偏僻的一个小岛都这么美啊，你就可见东莒之美。我写了这本书之后呢，那我刚开始住在这个福兴村，那出书的时候有，因为我住在福兴村47号、43号，结果有人这个美术设计帮我做了一个门牌，
哦，那门牌是做错的，因为那个区号是错的，马主人一看就知道这个门牌是假的，但是外地人不知道。从那本书出版之后，经常就有人拿着我的书跑到东莒去玩，而且就去找我住的那间房子。那福正村都是一些老人住在那边，老人就会被叫起来，我一上我要上，就猛哎好，43号你都不远，搞得他们不生其烦。后来这个乡公所只好特别定制一个我那个门牌，定在我的住的那间门，住在那边，一个人住在那里，然后每天去发掘，去寻找这个岛上的美景，然后居然寻找不完的，就是每天你是无目的的漫游，随便出来就看到很漂亮的风景，今天又发现一个，另外明天又发现一个，光其中一个岛哦，不是整个马祖，所以后来我每个月都叫我的朋友一定要组一团来，我带他们到马祖来玩，从东引南竿北竿到东引，至少要5天4夜。每个人都说你疯了，马祖那么小，玩5天4夜。结果到后来真的跑去住大埔村，然后变成到一个人都没有，用来养鸡养鸭，所以那边的鸡是住豪宅的。那我一个人住在那边，享受那种更加的每个人这么样，这么多陌生人可以把你当亲人这样的看待，我就觉得这样的地方太美。所以马祖最美丽，马祖很美丽的是风景，但是更美丽的是人。所以有幸在你的人生里面能够去马祖，认识马祖，爱上马祖，我觉得那是最值得祝福的事情。所以你要去当然要准备啊，准备的话第一件可以跟我相比的，所以我们赶快去。所以希望大家能够透过这个机会深深的爱上马祖，这也是我对马祖以及对各位朋友最深切的祝福，谢谢。我们谢谢陈老师来陈老师请现在在台前面给请郭姐姐手拉着我们的红布来脚交好不好，那我们邀请现场所有好朋友稍后倒数一起来倒数321，在倒数321之后有请我们台上贵宾，一点都有许多细腻的地方值得大家一起来深究，邀请大家透过朝向马祖一书来认识不一样的马祖。好的，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来递上我们的新书到各位贵宾的手上，请各位请大家拿着我们的书在一起看中间方向镜头，谢谢。到座位，那我很棒很棒。好，那我们中间的走道部分也可以稍微来看一下我们前方摄影机，谢谢。组赞，来，请大家看前方镜头。组长的总经理刘晓明。那我们马祖酒厂呢，成立于1956年啊，到现在已经是62年的历史了。那么我们早期的制酒呢，是以马祖老酒为主。那这个是我们文化上面的根哈，那目前是以这两个商品最为知名。那我们为什么我们有花岗岩啊？这个的制酒过程中间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原料，会帮助它发酵的时候，把酒里面的芬芳物质完全的发酵出来啊，所以喝起来它的口感丝丝滑滑的，然后这个。回韵的时候呢，会有一点甘甜的泉水的风味，那加上我们马祖呢，终年海风吹拂，带来一些些许的一些海风的这些特色，啊，这个是我们主要的一个烧熟的感觉，跟一般大家对烈酒的想象不太一样。那当然，我们马酒很厉害，刚才几位贵宾也都有提到，我们现在是酒王了，好，参加很多世界大赛了，今年又得了两个金牌回来。总经理自己特别推荐的哪几个是值得大家可以抢先来了解或体验的？那首先呢，我先推荐一下我们的马祖陈高10年啊，它是窖藏在我们的专属坑道八八坑道里面。那我们公司呢，还有另外一个专属的坑道在东引，它是我们全台湾最北边的一个出厂坑道，叫东涌酒窖。所以我们公司的所有商品呢，都是在坑道里面经过。他有说这个老酒面线，而且是很方便的即时包，对不对？对。哇，这个算是我们自己开发的一个独特商品，对吧？是。是，那可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马祖的老酒，它跟我们马祖人的生活关系有哪些非常重要的一个连结？马祖老酒呢，它是一种酿造酒啊，它在这个马祖这边的生活老百姓，我们已经有200-300年的历史，家家户户都会做酒，这个尤其是用在除了喝之外呢，我们的饮食这些稍微有腥味的，
它可以去腥味。那另外一些高级的食材呢，例如说像黄鱼，它可以倒在烈酒。哎，大家知道这个烈酒其实冰镇过后风味会不太一样，再加上我们这位跟对岸有些什么样的互动。是啊，我想马祖以前啊是战地前线啊，两岸是互相往来，那两岸情势缓和，有马祖跟大陆近在咫尺啊，就是一衣带水，非常近的距离。